一个回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艾伦老师来给我们讲讲这几套搭配了。老师，我们先说谁的服装？金滩啊，金滩，金滩，金滩，这外套好看，人也挺好看的。这句话应该从你这儿说吗？설명을드릴게요진탄씨는김탄씨는그극중에서재벌2세죠그래가지고재벌2세답게굉장히이제럭셔리한그런패션을보여주고있는데요보시다시피이렇게심플하게안에를맞춰주시고항상패턴으로포인트를주는거예요패턴그리고신발의뭐블루컬러감이렇게컬러로포인트그리고패턴과패턴을같이매치를해서포인트를주고있습니다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搭配还蛮特别的，因为在他这个呢子大衣里面，我们看搭的其实是比较偏一点点正装衬衣的感觉。而且老师，其实你搭的这个项链，如果是我在比如说店里面看到它的话，我会觉得是女生的，因为它很细小。可是搭在这件简单的衣服上面，就好像显得这个男生很有节制，就是给自己的打扮是很有节制，他有设计感，但又不会显得很夸张。是。那老师，如果像我这种个子比较小的男生，也可以尝试这样的穿着吗？얼굴이잘생기면뭐다어울리지않을까就何老师长得帅，怎么穿都好看。哇，好会说，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对呀、啊，哎呀，老师你别这样，这是你应该说的。OK， 其实我觉得这个搭配是很特别，因为像我们平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个衬衣搭这个外套，但穿出来效果真的非常好。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模特特别帅了哈。谢谢金叹，谢谢。谢谢。好，好，这是。谢谢我们的足球宝贝，还有我们的模特儿展示这个巴西和德国主题的这个服饰。我们请右曲老师来给我们讲讲您的搭配。其实运动服很多人都会想说，穿上去就很像去打球嘛，或者过于休闲。但实际上这几季开始呢，运动服它都变得时尚化。所以我们看到，先看到德国队的男生好了，我们用颜色去做延伸，比方说国旗上面有什么？红色、红色、黄色、黄色、黑色。黑色，所以这三个线条你可以去买。像里面这一件，它就是为了这次的世足特别推出来的这个polo 衫，底下鞋子其实也是属于这一次世足特别推出来。来，我们看侧面啊，侧面看到它一样有这个在鞋底的哦，那条红边真是很微妙哎，是黑色，可是在中底的部分呢，它有红色，然后在底下的地方有黄色，所以它。严格讲起来就是把呢手表也很好玩哦，大家可以去选择很多这种世足的国家队配色的手表、哦、而且很好玩哦，这款表它可以为了它的机芯可以为了球赛做计时，所以呢也可以做半场的加时，明白，计算，嗯，第二位它就更但是卸得掉啊、哦、卸得掉，可是如果你画了不小心就掉，那你在球场上面就不够吸睛啦，对不对？一定不能掉的。好，这边我们就可以走那个随性的挥洒路线。好，第一笔下笔之后，贴，再来一个红色，下去。哦。嗯，好。哦，这样就酷的感觉的。最后，黄色，我们就交给何老师了。好，帮你粘好了。不好意思。好。哎呦，不错，出来了，好帅哦！帅，有没有觉得他刚？你不是让我画吗？你又补什么补？因为你会画。我跟你讲，其实人就是要给自己找乐趣。你去看球啊，包括看音乐会啊，看那个歌剧啊，或者看很少看歌剧，看话剧啊什么，你要有专属的装扮。如果你真的手很拙，你也没有这些产品，你也没有这些道具的话，其实现在有更方便的做法，嗯，可以用这种定制的纹身贴纸。来，我们海山。正好穿的是巴西队的这个，我们有两位接线员，一位呢是我们的黄景瑜同学，你好，你好，你带证件照来了吗？带了，我们看一下黄景瑜的证件照啊，现在看吗？现在看，现在看。哎，上面那是什么？五角星。为什么你的有一些独特的图案？这是我驾照上的照片。哦，驾照上的驾照都有黄伟的，黄伟的那个。对啊，嗯，还好了，没什么差别，说实话。这是什么？谁呀？这是我的护照照片，护照照片，你戴美瞳了是吧？没有没有没有戴美瞳吗？这很像香港演员呢。对，这个算、这个算帅的耶，帅，去瞅吧，直接过去照了，我直接过去照。哦，
但是我要拍两个版本的，另外一个版本我需要黄景瑜用我的手机来拍一张，先随便给他试个手吧，随便拍。啊，好了，你们不喊个三二一吗？啊，好了好了。接线员开始互整。虽然你是镜头的宠儿，但是你并不是黄景瑜的宠儿。用我的手机再拍一张，干嘛呢？一会儿我可以用我的手机的 APP 告诉大家如何去修整你的工作照。哦，好。哦，难怪好多人的工作证上的照片好漂亮。那个是你可以自己提供的。好，帅的。景瑜，你坐进去看一下。没有，景瑜的皮肤是好的。他一直在旁边像看热闹一样。那我一直想把景瑜塑成是一个就是成功的一个典范，你知道吗？哦，毛孔好粗啊！人家刚才有说你鱼尾纹。哎，导演一直在警告黄景瑜，不要笑，不要笑，笑不得。相比之下，说实话，景瑜你的毛孔是比卡林夫要粗，可能是因为他的妆太薄，我的大厚。但是因为他没有临时补嘛，就是他会亮一点。有没有一种感觉是昨天还在穿短袖，今天就开始穿棉袄了？对，你知道现在很多地方都把秋天给丢掉了，就是天气冷得非常非常快。另外一个，因为冷呢，就容易会产生寂寞、孤独、冷的感觉。真的，两个人一起喘气就好很多。所以客气哦，一大口菜是吗？彭老师，你看小优这个值20块，哇，这好大哦，好意思吗？好意思，金马特爱金马，一口，我要吃，真的假的？我要吃。小布老师，你有吗？哇，哎，你们看红丝绒怎么样？好漂亮，快快快拍一下。嗯，啊，这个好看，而且不会太甜啊。这个不是很甜，这个非常好吃，不甜呢，以为会很甜，就不甜呢。哎，很好吃，这个好吃，对，好好吃哦。哎，对，真的。我吃三口，我也吃了三口了。其实说到吃呢，刚才大家就很嗨，吃饱了就睡觉前后，总会让人需要一种勇气。你知道，洗凉是这样的，洗澡的时候从那个淋浴间里出来，真的是太冷了。淋浴间里面有那个水蒸气呢，你知道打开门的时候，你就觉得无数刀子冲进来。对，就是1800啊，1800第一次，对，3块钱一顿免费午餐。600顿，代表我们男生的观点啊。首先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驻店之宝，我们的塔林夫同学，你好，你好 ，Hello。另外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他也是我们的同行，也是主持人，我们欢迎浩哲，你好，欢迎，老师好，大家好，浩哲。对，另外呢还有这个越见帅气的我们的景瑜啊，欢迎黄景瑜，欢迎三位。先问问他好了，黄景瑜，你是喜欢素颜的女生，还是喜欢妆容很精致的女生？如果化妆很快的话，我喜欢化妆的女生。啊，多久是你的极限？对，1个小时，很长啊，1个小时，算蛮有耐心的。那你最想先了解谁？我想先听听黄景瑜，这里边有你喜欢的那个感觉。他最后说陈雪老师。谢谢。我比较喜欢这个混血感觉的，混血。你看，为什么喜欢那个混血的这个妆容？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外国人，然后所以喜欢外国人。嗯，有一个情节吧在里面。你有一个喜欢外国人的情节啊？对啊。你之前交过外国女朋友？没有啊，所以才喜欢。听起来好有意思。还好啦 ，OK 啦，卸完。没什么问题。我想看你卸眉毛。其实也还是有差别的。嗯。这边好精彩。是吧？嗯。佩佩卸完了。差不多卸完，差别不大。对对对，他真的，最后很会选人。好精彩啊！真的吗？金色的，我这边也有。啊。你看。哎，它是紫色的。对。小小用的是紫色的，对，我用的紫色就是调白是吗？老师，它是修饰暗黄的，修饰如果在包包方面的困扰，对，所以我们有两位帅哥客服。塔林夫，别装了。好的，好的，好的。哎，我跟你讲，黄景瑜也就算了，他第一次来做客服，我会对他客气一点。你的话，你不要跟我装，装忙的。你今天就是来代表这个所有的我们微信上以及网络上的朋友提出问题，对不对？好的，是因为我们大美人微信平台开通之后，有很多很多的观众朋友们提出了关于包。
包的问题，是，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为那些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你现在变成帅哥客服代表了。对啊，而且刚才我有收到一条说是今天何老师好帅，吴昕好美啊，特别是塔林菲尔特别抢眼啊。你得了异响是的没有，我的天哪。好，黄景瑜你好啊，欢迎你。你觉得跟塔林福特在一起有一种丢脸的感觉吗？很敷衍呢，翻着白眼。好了，那今天两位帅哥客服呢会代表大家提出问题，那接下来呢就要请我们的包女王上场了。哇，这三位很厉害，起码我知道其中的两位很厉害。你是说谁不厉害？模特黄景瑜，同时还有女生。我觉得女生有一个点学到了之后，也许是景瑜哪个部分是会命中你的？这些方式对我应该都有效吧？都有效。如果我是那种有在外面有不方便接电话的情况的话，我可能在第一个没接之后，我已经在回家路上了。电话一响就往家走。第五个打完我已经到家了。电话一响，马上要打第二通的时候，他已经打。怎么了吗？找我吗？这个很好。结果对方说刚才是不小心按到了，所以我也没有再给你打完啊。啊，那今天呢，其实一心提拉跟玛丽亚。